大家好，这里是皮亚格。今天这一集是巨能之巅海滩篇，我们特别邀请到 Men's Biolay 的代言人曾靖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靖华。所以靖华呢，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些海滩的帅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x， 我是 Zach。除了帅哥之外，也一定要有海滩辣妹。Hi， 我是 Jessica。Hi， 我是 Christine。Hi， 我是宝妮。Hi， 我是 Alisa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给他看下去。开始前，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规则。这次的挑战总共有四关，每一项皆为团体赛采积分制。那第一名的队伍呢，会获得奖金30,000元跟 Men's Biolay 全品项商品，包含洗发精、洗面乳、沐浴乳，从头到脚都兼顾，让你赛后舒舒服服，保持清爽帅气。那我们在进行第一关之前，会先采抽签，然后再进入到第一关的一二三木头人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抽完签，我们来 A 组出来。A 组真的假的啊 ？A 组我哎、欸、，OK， 我靠，哎、欸，幸运，不错不错，耶耶耶耶耶耶。A 组是我们的 Zach，、yeah. 健身爱好者，跟我们的 StepX 教练 Christine。那 B 组，哎、欸、哎，我、欸、有、哦、默契，注定要在一起。B 组就是健身爱好者跟 Alisa， 对 ，C 组，我。哦哟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有 C 组是我们颜值代表队哦，担当哦，颜值担当 ，Men's Biolay 代言人曾靖华跟宝妮，那最后一组，最后一组，第一组，第一组是我们的跨栏职业选手跟 Jessica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都分完组，马上来进入到第一关的挑战。第一关，一二三木头人。开始比赛前，会先让选手们抽取指定的动作。选手们会手持装了水的水桶移动，途中不可以放下水桶，必须在每个停下来的过程中完成指定动作，再通过终点线。分数计算的方式为队友水量加总，最高水量获得3分，以此类推。违规被抓到的话，水量结算时会用网工挖掉一碗水。最快通过的队员，该队伍还可以额外再获得1分。好，我们第一组抽到是什么？测评局。哎呦，测评局还 OK 吗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吧。轻松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分腿蹲。分腿蹲，脚会蛮酸的哦。OK， 我们是前评局。好，你们健腿。健腿，哇，准备投吃掉了吗？不可能啊，准备投吃掉了。可以可以，这个打算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比赛。来，预备，备备，游戏开始，游戏开始。一二三，不疼。木团，好，一二三，木团，哎，木团，哎，真正手艺，好了，一二三，木团，哎，回闪来了，木团，回闪手艺，一二三，木团，这根本没办法跑，太快了啦，不能那么快啦。一二三，木团，木团，皮塔和丽莎丑一，不要，这太重了啦！一二三，木团，宝妮过关，宝妮过关，接话过关，一二三，木团，为什么是你最快啊？过吧，过关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大家先从 A 组把水倒进来，然后我会用尺来量下的高度。哦，我是我吗？对，自己来。哎、欸，拿好，拿，那你拿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乱拿，不要乱拿。纸做啊，纸做啊，过程中溢出来都浪费。哦 ，Zack 可以撒一点出来没关系。不行啊，不行，我们要，没有人会介意啦。珍惜水资源。帮我洗个脚啦。我们台中人就很缺水的。哎、欸，它里面为什么有沙子？沙子很多。还是那那种沙子，重点是进去的水量。等下这边还有水，沙子，不是沙子啦，水啦，水啦，水啦。哎、欸，沙子哦，没有啦，没有水啦，水水水水。
水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一点来一点啊，哎，好，这样几公分？哎呦，平常十八没有。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在练的？还是倒不太近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要倒干净啊，不能让你们后面的得逞。OK OK， 接下来是我们 B 组的水，那感觉很多哎。我又喷出来两滴啊，没事啊，那个两滴，对，还是有差的啊。我们要挖三杯， yeah. 我们那么多丑，要满的嘛，三满杯嘛，要满，哎，没满，没有满哦。刚第一杯不算了，因为没有满。哦，再补给你半杯啦。可以了，一点意思意思。感觉哇，也是十哎，感觉十公分，感觉。然后我们 C 组，这里好像也很多哎。为什么你们那么多啊？对啊。你刚刚是有偷加水？他刚才都没有掉。水美眉。他们水他们倒一杯水。一杯一杯。哇哦。哇塞。还好吧？还好吧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多少？10.5。哦，11.5，没有，是等一下再加。我靠！哇，直接喷出来，是不是洒了一点出来？你们倒三桶就好了。对啊，他们喝水很多哎，不要那么过分，不要那么狠吧。我觉得12公分刚好就好了。那他们有丑吗？哦，他们的很多哎，干太多了吧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分数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第一名是我们的 A 组，你可以开心，你可以先嗨，你可以先嗨。第二名是我们的 D 组，耶。第三名是我们的 C 组，耶。然后第四名是我们的 B 组，耶。然后宝林那队额外获得1分，那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下一个活动。第二关抢旗，比拼速度和反应力。男生女生组会分开来比，选手们会先背对着旗子站着，哨声响起后开跑抢旗，总共会进行3个回合。第一回合4人抢一面旗，第二回合上一轮没抢到的3人抢一面旗，最后一回合上轮没抢到的2人抢一面旗。分数计算：冠军3分，亚军2分，季军1分，殿军0分。真的是田径校队，干！哎，拔得头筹哎，干太久你跑步了，靠！谢谢，完蛋了啦！小小劲哎，好快哦！我在人生我很想跟他一起，他看起来很疯啊！耶！赞赞赞！厉害厉害厉害！他从高雄来的、啊，所以想说这样。他跑上来，所以他练好了，练好了。他那时候在高雄应该是有前5名了。确实，我还有上新闻，因为在捷运上都在跑。可以去查，是被追杀吧？我看对，还被警告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没想到我这么慢的。对，我脚有点踩下去就弹不起来了。看我不知道我在你后面呢。对，我刚居然在你后面，我以为我至少体重任何差，一多少一定会有啊，会有差。哇，好难哦。We are ready。我们是同组吗？就我们都不是同组。哎 ，Christine， 加油！加油啊 ！Jessica， 加油！加油 ，Lisa！ 我教你，你待会就这样这样。冲啊！冲啊 ！Jessica， 加油！哇 ！Jessica， 加油！小心安全啊！宝妮居然跑那么快，丽莎刚刚是被推。对啊，刚才有人推我哎，谁啊？我也帮你代言 pre-pro 好了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签下来签下来，有喝 pre 有差。但 Jessica， 我要跟你一个战术指导。啊好，好，你跟我讲过。但这是秘密，要小心。哦对吼。哎、欸，怎么可以偷听？这是我们的战术讨论呢。我们有一点小坡吗？你要赶快冲过那个坡，赶快往前跳。
个鸽子啊！哇，太棒了！你太棒了！耶！但是不是因为肌肉越大就越重，然后就比较不好跑？太强了吧！我靠！哎，我还是最后一名，哎，我还是最后一名。跟预设的不太一样。没事没事。哇！但是我太壮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我刚一开始是在你后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后面我往前扑的时候有超越你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代表说你的爆发力应该比较好一点，可是我尾数比较快，尾数比较快，对。轻松赢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刚刚怎么没有赢呢？哎，战术是什么啊？没有战术。他怎么偷偷的？待会再跑走，后面你只要踩后面一点点。耶！走！走！啊！哇，我擦到奶头了，好痛啊！我吃到土啊！看我奶头快掉下来，奶头掉一颗没事啦。哇，耶！哇，好慢哎，这冒犯的。没事没事，就是要这样。等一下就可以用 Men's Bio 来洗面乳。差一点，刚刚就是想要轻敌，他刚刚光抢到了，生气，可以生气胖丁，好球好球，很好，没事，我们获得了我们第一分了，没事，至少我们这一分没有，我们的第一分，我这边有拿到分数了，至少这边有拿到分数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刚刚在讲我要扑下去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扑。OK， 那我们这一关大家感觉怎么样？不怎么样哎。好累哦。很累。没办法想象的累。痛痛的、啊，痛痛的，奶头痛痛的，有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男生的第一名是我们的 Jax， 女生第一名是宝妮，然后第二名是静华，女生是 Jessica， 男生第三名是 Zach， 女生是 Alisa， 然后我是第四名，还有 Christine。Yeah. 那目前的积分呢 ？A 组是四分 ，B 组是一分。然后 C 跟 D 都是七分，非常的激烈，加油！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关，在下一场比赛开始之前，先来介绍一下本集的赞助厂商 Men's Bio 嘞，十倍碳系列。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夏天非常的热，出门在外很容易流汗，皮肤很容易出油，尤其像今天在海边的时候，没有遮蔽物，非常容易造成毛孔堵塞、有油光，而且挑战的过程中呢，是会让你的脸部非常的油腻，更害怕的就是你的汗臭会臭到其他的人。所以我们推荐使用 Men's Bio 类十倍碳系列里面的控油配方，源自于天然竹炭吸油成分，吸附脏污，深层洗净毛孔的皮脂污垢，长时间控油，有效改善出油肌，加上激活防御成分，能够启动肌肤的防御屏障，告别外部的脏污以及环境的有害分子，保持肌肤的洁净，并且能够提升你的活力。调理控油洗发精内含维他命 E 调理成分，有效处理多余的油脂，解决你的头皮痒，让你的毛孔健康不堵塞，也让你的头皮舒爽不油腻。趣味体香沐浴乳含麝香草植萃成分，深层洗净皮脂污垢，并有效预防汗味、油味。洗完之后觉得焕然一新，又可以再挑战一次刚刚的比赛啦。我觉得不要比较好吧。好啦，最后最重要的，插在我们帅脸上面的保湿控油洗面乳，内含玻尿酸保湿精华。我自己使用过后，脸部不紧绷，然后它可以温和带走脸部上面的脏污，并且不会带走脸部上面肌肤的水分，从头到脚的清爽帅气，推荐给大家。现在还有剩下海光限定款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下一关的挑战。第三关，拖动轮胎。比赛前会先抽签决定先下场的两队，女队员在起点先坐在轮胎上，男队员以拖动的方式移动到折返点，换女队员拖动30公斤的杠片，来回一趟即完成。采计时赛，秒数最快的队伍为冠军，分数计算，冠军3分，亚军2分，季军1分，殿军0分。一是好事，代表我们第一名。你是一，那不是一吧？我们一
一啊，我们也是一耶，我跟你们对决啊。哦，我们先看他们怎么拉，对，先给我，先给我，会不会等下他们真的拉不住？胜券在握，耶！他要直接超越他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加油，接握。我们要努力追上那个分数，不然我们就有一分。好，加油啊！你不能放弃啊！Yes。高雄还要冒险。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耶！哎，不错，我们这组表现算好了。好，好，还在那边了。哇塞，接握。杰华，我一点抱歉，对不起。你的人生怎么样就靠这一次了，不应该那么快的，抱歉，杰华。哎，我这样会不会太狠了？会会哈。对，糟糕。你让他很丢脸，你再跑一次。哎，我不是故意让你那么难堪的。但如果你卡住，我可以起来吧。加油啊，杰西卡！哇哇。快！你看人家啦，杰焕，你看你的队友啦，你在拖累人家啦，杰焕，你抬头，你看他多快，你多慢，3万块就没了。不是，我们刚刚有协议好了，他让我分他1万，你只花了20秒。他们那桶是沙子比较多的，没有，因为在拉的过程中，他就会进沙，他就会进沙。你要我叫不能坐在里面，胖丁加油，皮塔加油。进华没那么简单哦，啊，宝妮也没那么轻哦，宝妮没那么轻哦，哎 ，Pita， 拼一个完赛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摔下去，对对对，不用不用太贪心啊，完赛就好了。你慢一点啊，你慢一点啊，哇！加油加油！我操！哇！加油加油！我操！看来我太胖了，加油啊 ，Pita， 加油加油！他蛮快的，他有比我快吗？看你有没有快吗？该减肥了。没有，可以。哎，宝妮很聪明呢，会在那边靠自己可以这样扭动。哎，很会，刚刚有这样吗？哎，刚刚就差这一招，你应该先让他们推啦，要这样这样，他知道要怎么玩了。对啊，可是你看扭成这样，他还是落后。我可以下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碰到了吗？还没。给我哈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还有赢他们，放心，加油！加油啊，宝贝！哇，很快，很快！好累，加油！哎呦，如果真的有转，皮塔有没有快啊？到底有没有快啊？沙子是，所以刚刚在跑的时候，沙子是前面。我很快吗？我很快吗？我平常不是那么快的哦。哇，很快，很快！好累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可以，可以。坚持啊，坚持！冲过去，继续冲，继续冲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OK， 哇，追追追！好，超快！看完蛋了，他会比我们快啊！好，再一次。哎，我觉得也完蛋，有可能比我们快嘞。比我们快好像不难哦。好像不难啊，不难。快到，快到，快到了！可以，可以。冲一点，再一步。再来，再来，加油，快过！哎，杰化。我懂你在累什么，哎，莫名其妙的重的，我懂你在累什么，这个好很诡异啊，我拉那一小段他很奇怪，我都已经累了，对啊，我懂你在干嘛，莫名其妙动不了，哦，完蛋了，我哇，这个效果很好，哎，我们的点阅率就靠你了，宝贝，流量密码，要付钱，扣了一下，不能挡住，不能挡住，我忍不住想要跑到45度角来加油，哎呦，我都快晕倒了，你们给我闭嘴！哦，好累哦。快到了，放开腰。啊！还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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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。啊！好累。
跟我预期的差不多，但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。哎，不简单啊，他68要拖40级，我快100拖40级，差很多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比接话厉害很多，厉害厉害，辛苦辛苦。谢谢啊。对。因为大腿有一种快抽筋，对，有点快喘不过来。OK， 我们刚刚这一轮，哇，非常的累啊，算是最累的一关吧，算是还可以啦。那你刚刚讲话不是很大声？我就是想说再给你们一点机会，这样子。谢谢姐话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第一名的是我们的 B 组，哎，就是我们，1分03秒。然后第二名是1分12秒，是 A 组。第三名是 C 组，第四名是 D 组。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一轮，还是有机会名次大洗牌，所以非常精彩，我们马上进行下去。第四关药球抛远，重量比照奥运铅球比赛，男生拿16磅的药球，女生拿8磅的药球，将药球抛出，比谁抛得远。男生女生分开计算，冠军3分，亚军2分，季军1分，殿军0分。这个不要丢到我们啊。OK， 要 posing 就对了。Jack， 你不是说篮球 style？ 对啊，不老实哎，表里不一哎。对啊，开始。我好远啊！我好远啊！蛮远的耶，够远吗？超没有很远呢，干完蛋！还有旗子哎，还有旗子！干没有很远呢，我觉得没有很远呢。对啊，还在那这样呢。不要太高，但低一点。看你啊，看你，加油啊 ，Christine！ 不要丢太远了。你觉得很近，你就三关节伸展。就可以再试另外一边。来。啊！Jessica 的目标就是跟 Zach 一样远。Jessica 的力感。但我觉得他就跟我差不多嘞。那个屁股。你刚刚就跟我差不多嘞。那个臀推一直给他。而且感觉好像比我远嘞。有。他刚超强。他刚很远。超强。你刚超远。你随便丢都超好。来。感觉随便一个人都丢得比我远。好。哇，完蛋了，抱歉。皮塔不要丢太远呢。完蛋了啊！这是你的腰。我是真的来赚钱的。对啊。房租。啊！啊！好远。闪电啊！踩线了。踩线。干。有超过这？哇！完蛋了啦！那就不要踩线就好。加油啊！不然等下直接零分。好，我等下再用力一点。啊！啊！哇哦，好远，好远哦！啊！哇哦，好远，远的，好远哦！好了，3分被他拿走，我就比较放心。完蛋了啦！往后啊！小心踩线哦！蓄力呀！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哇！可以啊，很远很远，完蛋！所以目前皮塔这组直接赢你们两个，屌胜，屌赢啊，屌赢！抱歉了啦，没事啦。对吧？赶快下个风很大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欢爆发！哦哦哦！欢爆发！哦哦啊！好紧张哦！那我可以，那我可以。完了。哎，该不会刘杰话要赢吧？哎，有没有想过他从高雄？我就是特地从高雄来，该给他来喝酒。你不是来喝酒的，靠腰玩什么游戏啊？对啊，不限定丢的房子，你不要砸到你自己的头。你不要砸到自己的脸，砸到自己的脸。可以啊，这样可以。哎，这么近啊！对，谢喽。房租拜拜，还好你有丢哎。我第一名，最前面的。房租拜拜。哎，丢近一点啊，不要没品啊。不要没品哦！加油！待会还有一关。擦一擦，有点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很累。等一下，还有一关吗？哎！我靠！说我手，你说我手这样子也不行啊！哦，这不行哦，啊，没力气了，可以有眼力很好，干，没力气了，超远的 ，QQ， 哎，会再一次啊？重一点，踩线零分，哎，不是慢脚，踩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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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没有，只要超过两个就够了，超过我们两个就够了，超过一个就够了。好强哦！看杰瓦好强哦 ！Jessica 加油！好，要赢过 Alisa 吗？哇哇哇！太扯了吧！哇哇！太扯了吧！哇！好强，好强！哎，好强哦！哎，直接不用玩。好，我们今天所有的挑战都已经结束了，非常的刺激，非常精彩，而且叫做比分非常的相近。我们最后 A、B、C 组全部都是8分，然后 D 组获得13分，所以是我们第一名。耶！谢谢。我们请第一名站到我的旁边，可以讲一下赛后感言吗？众望所归啊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这样想哦，简短这样想哦，有感言吗？哦，我从来没有得奖过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得奖。哇，第一次，那这钱应该都给他了吧？钱应该都给他了吧？谢谢，谢谢，那是我们奖品。没有啦。然后还可以获得我们的 Men's Biolay 是贝汉系列的全部的商品，太赞了，这个全部都给你，钱全部给他，因为你比较臭。那不然这个全部给他，那个全部给我，怎么样？好，你们大家自己商量。那静华可以分享一下这次来这个体能挑战的感言吗？哎，我真的非常久没有来海边了，我今天来其实蛮开心的，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密集一点，那我觉得刚好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出来拍我的代言 Men's Biolay， 还可以认识一群热爱运动的朋友，我觉得非常开心，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在这边待了4个小时，大家都非常的辛苦。那最后呢，一定是要再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赞助厂商的产品，让你从头到脚都保持清爽，保持帅气。那现在还有推出盛夏海光系列，它的香料呢是柠檬海洋香料，非常的适合夏天的一个风味，让你可以全身都保持清爽，非常推荐给各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